你最讨厌做什么事有人陪呢？我真的非常讨厌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打断我，或者是动来动去，然后一直踹我的椅子，我就会觉得逛街是一个很单纯的取货行为。因为我不喜欢逛街的时候有人影响我要买什么。啊，你这件不是就买过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买？啊，你买的这件跟你身上这件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就是我的钱，为什么要管我？金满酒店东升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